大家好，我是摩根。郑师傅在今天晚上0点更新干将莫邪的新皮肤 FMVP 九圣战神上架了。另外提一句啊，小乔的缤纷独角兽上架碎片商店咯。九圣战神首周折扣价1350点券，最低962点券就可以购买。购买之前啊，记得去活动界面领取九圣战神专属抵扣红包，这样再购买的话就是962点券了，千万不要直接买哦。购买后还赠送九圣战神的专属头像框，真的好看。另外还有动态封面，看着相当不错。其实啊，这款皮肤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值不值这个价钱。水墨画风，出场像个古代大将军，抱着莫邪出来了。莫邪是真的美，很多网友调侃这款皮肤干将就值1块钱，剩下的就是莫邪的价格了。你别说，还挺准确的啊，跟这位朋友说的一样，果然冲的越多女人越漂亮啊。画风比较一般，看着比较平庸，应该是颜色的问题。说说手感，和冰霜皮肤比起来，这款皮肤入侵性更强，打击感真的爆强啊，可以说是干将所有皮肤里打击感最强的了。如果是干将的忠实玩家可以选择入手，手感方面绝对不会失望，这个可以相信我。技能效果还不错，感觉很有质感。一技能释放后，地面凸起很多破碎的兵器。二三技能释放的时候呢，虽然剑的特效比较一般，不过在剑的交汇处会出现旋风，细节做得不错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击中目标后，在目标身上会出现一把金色的剑。大招开启后呢，虽然帅气，不过弊端也比较大。现在告诉所有人，我开启大招了，你们快跑吧。确实比较明显啊，这个我们有什么说什么，不能让想入手的小伙伴后悔吗？不是，总之买过之后啊，别忘了分享领取个性动作啥的。回城效果记得把回城特效去掉才可以显示。击杀目标后呢，地上会有一杆旗，上面写了个橙字。这款皮肤的技能效果就是这些了，打击感手感真心不错。第一把试玩就拿了个超过同段位 100% 的干将，很久没出现过这种评价了。99的虽然很多啊， 100% 的对于我来说真的难得。好的，那么干将莫邪的 FMVP 新皮肤九圣战神就介绍到这里，大家买或者不买全看自己的意愿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